这是什么钟？丙钟啊！我要走了。嗨，阿丁，嗨，宇轩，来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，来，几个女生名字？哎，老能，老能，他来了。哎，只是请不上一下。好，先来报道，先来报道，先来报道。阿丁来了，阿丁来了。哦，这个发型还可以啦，星星变人了。从星星变人了。来，去那边报道。阿轩那边报道，阿轩那边报道。宇轩放这里，报道临时放这里。宇轩那个车卖给那个谁了？知道了。对对。我是来谢谢。哦，不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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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特别来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好。等一下一起吃，等一下一起吃哦，这么感动。丙中呐、啊，丙你跟不是吗？这是坤颖啊！哦，老师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六年，六年呢，真的是六年呢。老师完全没变哦，真的、哦。几乎。哦，那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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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这么会讲话，对不对？唯一变了一点就是，虽然开始在那边吵着要从赛车退休，说好的F1呢？所以我就 po 一张我跟赛车女郎的照片啊，想说我太太就不会让我去啦，我就可以从此结束我的赛车生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哇，大家都太认真太厉害了，正红浩翔，你先不要讲啊，笑死，夸不得，夸不得，哎，火锅煮的去开火啊。哦，火锅煮开火，火锅煮开火，开火。嗨嗨嗨嗨！李，嗯，好好。哎，我的那个录音器在那边，我现在这里这里啊。我就说我的录音器，啊、没关系啊，我自己录哈。好好，你我录。哦，我眼睛好熏哦，这边全部都洋葱哦，好痛苦哦。大家都穿成这样，宇轩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哦，这个是姐姐，这是妹妹，这是三妹。因为这个社会要融入，稍微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懂吗？因为她也要借由一些药物，有没有？我好难过，老师。你有看过那个那部片叫什么？什么芭蕾女孩？轻易的放。是不是？就是有一个男生，他很想跳芭蕾舞，然后他为了成为就是很有名的芭蕾舞者，他就去变性，然后借由药物，借由那个，然后留长头发。这些是没有关系的，这是不同的案例。哎，主音，哎哦，一起来，真好哇！上次来，这一次也来，好好要要，以后每年都要来，有空就来，有空就来。嗨，建州，老师好，谢谢建州带那个。冷梦的那个，啊、对不对？是吧？就几幅那个啦，就海报啦。对对对，帽子。对对对，超棒的，超棒的。我去那个赛车营，我都一直戴，啊、超帅的，对对对，辨识度超高。还不错啊，不错。上次来都不脱帽子哎。对啊，因为他上次说他那个发型不好，就是有点毁这样子。我觉得蛮怀念他长头发的时候的。单纯的话更好。对啊。好，再拿去。小菜。这是我妈卤的。对，李妈妈。独家私房卤味。对不对，宇宙？漫步。我刚，你看我是不是会想起来？我就跟你讲，你要给点时间呗。我相信你啊。对啊，不然你看那么多学生，我要全部记起来会很辛苦哎，对不对？哎呀。就差不多这样，差不多这样，应该很好玩。现在很青春啊，我们就是已经脱离大学生。哇，庄慧君在搞贡丸呢。还好这些切完的东西都有经过水煮过，还比较安全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老能哎、欸，大带零食，
泰你有血吗？泰国顶级演员呢、欸？你在那边？你已经长大了，老师不能限制你啊。OK， 尽量喝啊，不。但是老师不能准备啦，对不对？十分钟。为什么不能准备？我们要去聊一个超扯，就是活动是半超扯，就是讲的艺术。哎、欸，又没有会催眠。哎、欸，有道理哦。OK， 还是不准备。今天直接因为酒比较贵。没有啦，酒也可以买那种，就是直接买那种一桶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再有钱的话，那下次买一桶那种鸭子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很熟，家里有放一桶吗？没有喝成这样，一个月入20000，一桶喝完然后就来换，就有货车会到你家楼下。楼小姐，楼小姐，没有。嗨，我刚刚抱怨我啊，一来就说哎，一零的，对啊，下一句说啊，你叫啥？有，我猜到两个字，我说菜什么中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没猜到那个。现在专访时间，哎呀，有什么要辩解？帮你打马赛克，马赛克，好动吗？马赛克处理，不行啦，只能说就是，哦，这太秀，我跟你说，哦哟，不行啦，他太秀了，真的不能说啦，那个你就不要剪进去，你就自己收藏，真的就不要剪进去。不会，绝对不会剪进去。他不会剪进去，他会另外剪一次。好，我数三，3、2、1。熊老师。